要看来都半个月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去填写那个登记表啊？反正迟早也要填的。哎，你说结婚都有谁来呀、啊？好多人都要去呢。呀，那小螃蟹肯定也要来。还能活着出去吗？哎，无所谓。说什么呀？小螃蟹的情书，就要嫁给你。行。你这是不要我了，我的心可怜可怜了呀！我心疼你还来不及了。那这信，我不能要。